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《荒野大镖客二：线上》最新的刷钱的方法，通过无限鱼啊卡无限鱼来刷钱。那么呢，这个方法呢是个 bug， 不是什么外挂，也不是第三方的辅助，所以说很安全、很稳定，不会被封号，大家可以放心啊。我现在是用 Xbox One 版来演示的这个方法呢，同时也是用于 PC 版和 PS 4。原理呢就是通过攻击型和防御模式的切换的瞬间啊，把鱼卡在马背上。那么呢，我晚期时候也会出贸易商无限拉货的这个攻略，贸易商和炼酒商无限拉货的这个方法呢，我前几周第一时间就已经知道了啊，但是呢一直没有做视频啊，待会呢我也会把视频做出来，大家呢就关注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的刷钱方法的视频了。那么呢，今天介绍的这个方法呢是需要两个人配合的，如果你没有朋友的话也没有关系，我会在视频底下的简介里放出联机群的群号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加好友，寻找好友和你一起刷了。好的，首先呢你需要到黑水镇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去钓一条三星的狐群，或者说你到瓦软滩上面这个地方也可以钓到三星的大鱼。钓这个狐群的话，你只需要用琥珀夹饵就好了。在这里呢，我是让我的朋友小六来帮我钓鱼，他的钓鱼技术还是挺好的啊，帮我钓了两三条来研究这个 bug。在这里呢，再次感谢小六抽时间来陪我研究这个 bug。不得不说，这个鱼还是挺大的。然后呢，他就把这个鱼甩在了我身上。那么呢，接下来你需要在防御模式把这个鱼呢放在马上，然后再拿下来再放上去一次。记得你是在防御模式，然后这个鱼呢需要拿下来再放上去一次，然后你的队友呢是攻击模式，这个马呢的位置呢不能离这个屠户太近。那么呢，接下来你就到这个屠户的附近了，你让你的朋友赶紧过来。你是防御模式，他是攻击模式。准备好了之后呢，你打开菜单线上模式选项，然后准备把这个防御型切换成攻击型。当你切换成攻击型之后，让你的朋友打你，把你杀了。那么呢，当你被杀了之后，你不要急着重生，你就让这个进度条慢慢的走，也就是你不需要动任何的按键，你就在这里慢慢的等他自己重生。在这里呢，我加速了一下这个视频。当你重生了之后呢，你就把你的马叫过来，骑上你的马，不要动这条鱼哦。现在先不要动这条鱼。顺便你可以看到屏幕右边，我已经启动了攻击型。好的，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了，大家都要听清楚哦。那么呢，现在我已经是攻击型了啊，也才刚重生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走到马旁边，准备拿下狐群。在拿下之前呢，打开菜单，然后呢线上模式选项，把攻击型切换成防御型，然后马上返回，把这个狐群拿下来再放上去。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手速够快啊，就是你打开菜单，把它攻击型切换成防御型的瞬间赶紧返回，把这个狐群拿下来再放上去，这样就成功了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来验证一下，到屠夫这边呢把这个鱼给卖掉，然后再返回看一下啊是否还在啊。好的，我们已经成功了卖出了，赶紧返回。你可以看到马背上还是有这个鱼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鱼呢它实际上就处于一种异常的状态啊。怎么说呢啊，也就是假如你在打了另外一头猎物，想把它放到马背上，它是不会把这个鱼给替换下来的，它是会直接放在这个鱼上面，就好像这个鱼根本都不存在一样。那么呢，还有就是你这个鱼呢，如果不小心掉到地上的话，你是捡不起来的，只有你的朋友才捡得起这个卡 bug 之后的鱼，然后呢再把这个鱼放到你的马背上。还有一点刚刚忘记提了，就是你的朋友杀了你之后呢，不要让他到处乱跑，就在你的尸体旁边待着啊，不然的话你的尸体会刷没，就是你的尸体要保留在这个地方。其实呢，你把这个鱼搬下来之后呢，再也不用手动搬上去了，因为它会自己上去的。那你可以看得到，这样的话就省了一步操作，就可以省事啊，省时间了，还是很方便的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给大家放两段实况，第一段实况呢是第一次卡成功的时候，第二段实况呢是晚上卡的啊。可惜的是那时候屠夫没有上班，不过也没有关系啊。你卡成功了之后，等到白天屠夫上班了，就可以继续卖了。那我就先把它卸下来。然后再放上去，然后呢到那里把我杀了，你最好能一枪毙命，用霰弹枪也可以。可以，霰弹枪也可以，肯定可以。近距离，近距离，近距离，再近一点，来，很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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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来，很安全。哇，你一枪不会死啊？ I don't know， 这发生了什么？警察又来了，啊，我顶不住了。哇哈，来了一大帮。那你别死，别死，别走，别走，在我尸体旁边。我在你尸体。然后我现在要我顶得住了，快来救命！快来救命！快来救命！快来快来！你拿太多了。哦，我的妈！我的妈！啊！我打警察，我打警察。你不用自杀。好，哎呦，哦，这个马啊，
哎呦，你开枪了，把我的马给吓跑了，自杀吧，自杀吧，把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白送。然后我现在可以卸下胡须，然后就这样。然后，然后咋整？嗯，哦，好。成功了，哦，nice，nice。对，整了，整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好，然后现在是重新放上去是吧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哎呦，你不说我还忘了，我太激动了。待会我也帮你刷一下。哦，非常好，好大一条，我喜欢。谢谢。屠夫呢？屠夫呢？啊？买个子弹，我操！好嘞，啊，你买完下班了吗？哎妈，对，不打了，服了。哎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不用管。没有，屠夫没关系。Why not? Treat yourself. Something of an understanding.来了，就来了。我整一下服装。OK，去传送，我去枪店改改枪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，获取最新的《荒野大镖客二》的视频。那么呢，也不要忘了看视频下方的简介，联机群的群号，一起来联机交友吧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